好的，现在姐姐要来开箱这个超可爱的圣诞节礼物啊、哦！这个是爸爸的公司的财务长送的。好、哦，爸爸的公司呢在哪里？爸爸、哦，这个比较珍贵还是这个比较珍贵？你这个比较珍贵。还是那、这个？你那个比较珍贵。如果这个有一整盒，这个比较珍贵，这个比较珍贵。这个，你这个比较珍贵。我、哦、这个比较珍贵。好了好了。这个比较珍贵吧。啊，都珍贵，都珍贵。来，姐姐，你不是要开箱吗？你怎么又在讨论弟弟的东西珍不珍贵了？好，里面的话呢，有一盒这个铅笔，铅笔吧，这是铅笔，这是写手账笔套装啊？那是铅笔吗？对，确定，确定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袋子，好可爱、哦。这是手账吗？好，姐姐你要直接打开了、哦。对。好，打得开吗？它里面好像有一个笔记本哎，你拿反了，你要不要转过来？拿反了，拿反。拿反了，这样子的话，爸爸拍照才会是正的。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看的东西。超快的，就看。好。这个感觉很高级耶，超高级的。这里有一把刀。对啊，这个是雕刻刀，可以让你刻东西的。对对对，那个雕刻刀就是像我们平常。我们在刻印章啊，刻粘土啊，都会用到这种雕刻刀。啊，你这个可以收好哦，好不好？可是那个很尖耶。对，所以要收好。你用你比较不会危险的东西就好了。像那个笔记本就很安全啊，姐姐你可以看一下笔记本里面好不好看？就插进去就好啦。然后插好之后放进去。好，看一下笔记本。它有一个膜。有一个膜，那代表说它还有包装啊。你要现在打开吗？对。好吧。这个是什么卡通人物？怎么那么卡？弟弟，我有看到你的宝可梦卡了，我有看到了。金色的。对啊，那正版的，从外面来的。对。从其他国家来的。哇，弟弟姐姐，这个里面你可以画画哎。这本里面你可以画画哎。你可以画画。对啊。我说那一本啊，那本的话里面很多白色的，对啊，你可以画超多东西的，而且它还有一条，那个就是你用到哪一页的时候，你可以把那个线放在那边，你以后可以知道说哦，我现在在哪一页了。可是没那么用。可以的，没有，它那个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借我一下，你这样会坏掉哦，它这个，你看，然后呢？哦，是这样。对。好，你再看一下我们的其他东西，这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胶带。胶带啊，酷哦！哎呀，我一根都不晓得。没关系，那胶带应该好。姐姐，你那个是什么？你刚刚把这个拿出来哈。这个。那个哦，那贴纸啊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应该是便条纸吧。便条纸，可是它没有粘性。是哦。对啊。那我就不清楚了。你在哪里？好吧，那这样子应该会了吧？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手账本啊，就是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记录用的。什么记录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手账本，应该是手账组合吧。你自己研究一下啦，你那么聪明，你 OK 的，好不好？ OK， 开箱完毕。